老三，真应了你那句话，老爷子若有在天之灵，一准后悔。活着的时候就该把这家分了。我说二嫂啊，这账不对吧？怎么就这么点银子？你指出的是哪笔不对？我指不出。还是的，就这些。这也忒少了，你可别藏奸。大头，哎，把当票给他看。哎，三老爷，您看。坐吃山空，懂不懂？都摁个手印儿吧。凭什么你独拿三份儿，我才拿一份儿啊？大哥那份儿，老太太那份儿，自然由我来拿。要不，老太太和大哥的四个孩子归你养，你拿三份儿。你饶了我吧，我自个儿的孩子还养不过来呢。二哥，咱们那份归我，我养着。廖老三，你真精啊！老太太是一个人一份儿，可是大哥和四个孩子也算一份儿。我孝敬我妈，是天经地义。我知道你是个孝子。那房子呢？这房子，老太太活一天一天就不能动。花房和二闸的花园子，算是三个房头的共有。那金子细料呢？退银子不退货，折了价把银子再给你。按手印。呵。老三呢，你可别后悔啊。二嫂，嗯，我这辈子就没干过后悔的事儿。是吧？你听见了吗？从哪儿？呵，挺实诚的。瞅见了。得了得了，赶紧上路吧啊，早点上路不打饥荒。哎，赶紧的。快上路吧，到济南赶紧来封信啊！路上别贪凉啊，自个儿照顾好自个儿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到了济南赶紧来封信啊！行了，老师。哎，到了人家家里头，要听人家的，别任性啊！行了，您别为我着急了。哎，道上别贪凉啊，走吧。景琦呀，让姐姐走啊！你瞧你怎么，姐姐得走啊，景琦。哎呦，听话，景琦啊，得让姐姐走。对，走吧，自个儿心疼自个儿啊，走吧，走吧。这样啊，哦，道上别贪凉。哎。亲民在止于知。
在清明，在止于上。自己看书，我去方便一下。等会儿啊！你小子躲这儿来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一个人跑厨房来干什么？饿了。瞎掰，这才什么时候就饿了？肚子里又在酿什么坏水吧？快念书去。这小子，这是什么呀？闻闻，真臭。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快快！臭了！太不像话了！那什么，你们二位闻闻，你闻闻，闻闻，这不鼻烟吗？这，呵。这怎么这么臭啊？这是你们七少爷倒的臭豆腐摊儿。我就知道这混小子去厨房瞎转悠，干不出个好事儿。先生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这给您刷干净了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您消消气儿，孩子淘，您就教训他。什么？我教训他？他教训我吧？刘先生，别介，我去回二奶奶一声去。啊，不必了。让二奶奶另请高明吧，告辞了。哎，德先生，德先生，德先生，你，哎，交管的先生又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嗨，景琦，他往德先生的鼻烟壶里倒臭豆腐汤。哎呦，
这叫什么闹法啊？他闹出格来了。这都走了几个先生了？德先生、韦先生走了仨了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没辙，把他叫来。哎，算了，还是我自个儿去吧。二奶奶，我自个儿您在这。哎，我说，你就不能找个厉害点的先生啊？真是的，厉害点。赖咱们了呀！得，您接茬找吧。一个一个比，三个三个，好，尊师教师见，专治党一处一样还嫌了。河里的王道怎么做到？一个一个比，三个三个，好，尊师教师见，专治党一处。你手打疼了吧？呸！打你有什么用啊？瞎掰！我还不如臊你呢。哎呀，这会儿疼哦。妈，我把裤子给穿上了啊。哎，哪儿？二奶奶，以后别再来找了，大爷不在北京。上哪儿了？送到口外去了。前些日子刑部又查下来了，严爷为这事儿把差事也给丢了。查出什么来了？哎，没有，捕风捉影呗，都是詹王府捣的乱。可是京城不敢再待了。那上哪儿再找他？不好找了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。那他以后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有人照应他，饿不着。二奶奶，以后您可别再来找我了。啊、哎，快走吧，叫人看见就麻烦了。得，那我走了。哎啊，哎，二奶奶，银子，你留着吧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要，啊，给爷爷吧。他为这事儿都丢了差事儿了。我走了，你拿着。快走吧，快走。二奶奶上哪儿啊？回去。您不去看看南极？什么南极啊？百草亭对个新开了个南妓，白家老号，您不知道啊？谁开的？您猜呀。老三。哎呦，您真有两下子。去看看吧。哎，好。扶着我。走。这就是南妓，黑了宫中这么多银子，他倒开业了，怪不得他要分家呢。公公，公公，什么？按您的吩咐啊，这是新做的药，您瞧瞧。新出的？哎，露露。这什么味儿呢？我们这烧豆腐，这，哎呦，这酸的，这妈云了个都没有。乔公公，什么东西？气死我了！这
这都怪我说你俩，没事把这药拿出来干嘛？这隔着蜡皮的弄门珠搜了，你说这不是找事儿吗？这，哎，我还得使银子。哎，这银子你出啊？我出，不是慢慢商量吧？开玩笑，哎，这事儿咱们还得合计合计。摘扁？对呀、啊，摘扁。我呀，想了不止一天两天了。这成吧？怎么不成啊？这块匾呢，姓白，是祖宗传的，卖铺子没卖祖宗，怎么就不能摘呀、啊？不是，要让你摘了，你怎么着？他的生意全靠咱们这块牌子撑着呢。我要拿着这块牌子入他一大股，他要不愿意破这一股，就让你摘了。你怎么着吧？那是有点麻烦。不过，咱可以动用宫中的内线。长公公。对。你瞧着，我呀，挤兑他董大兴，山穷水尽，到了他撑不住的时候，这块牌子。就不只是一大股了。嗯嗯，我再拿这块牌子，把百草厅盘回一半。您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，兴许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。哎呦，你可不知道，这董大兴可是个明白人。是啊，他绝舍不得让咱们把这块牌子摘走了。嗯，您说是不是啊，胡总管呢？嗯，你明儿一大早。把汇丰、隆盛的几个掌柜的都请来，你告诉他们，这百草厅他不姓白，咱白家不能承担这个名号。他们亏了银子，倒了账，与白家无关。你瞧着吧，他董大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摘匾，我看这事儿还是三思而后行吧。万一闹起来，你一个妇道人家挺着大肚子抛头露面的，成何体统？景琦啊，你爸爸装烟。怕什么呀？景琦，你还不去睡觉去？给爸爸装烟呢。用不着。你今儿个是不是把德先生又给气跑了？哎，他往人鼻烟里头放臭豆腐。你怎么想得出来呀？还笑呢，锦旗啊，明儿跟我去摘匾去啊。你让他去干什么？小孩子呀、啊，他从小就得见世面，就要让他知道这世道的艰难，人情的险恶，闯业守业有多不易，知道吗？三儿，哎，哎，快！您留神，别闪着。哎，上车吧。你们听着啊，今儿个给我都惊醒着点，放心吧。您妈啊，咱们这次真摘匾去，这还有假吗？二奶奶啊，今儿有我呢，您放心。得，走走走走。匾上的字儿吧，认得。念，百草亭白家老号。再念，百草亭白家老号。再大点声，百草亭白家老号。对，这是咱们祖上传下来的一块宝，到什么时候都是咱白家的。人在，匾在，永远不能落在别人的手里头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大点声。记住了。摘匾。
好嘞，摘苹。我摘。摘。你个儿小，够不着。你喝了主。好嘞，喝了着你。来吧，小爷。行，干什么？你们这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摘扁，我们家的。你们是哪一家的？怎么着，不认识了？白家的人摘扁来了。跟我们掌柜的说了吗？我拿我们自个儿家的东西，凭什么要跟你们掌柜的说呀？得得，我是个小伙子，您先别摘，我回去禀报一声行不行？行，我等着。快点啊！你再好好想一想啊！甭想，没用。这个配方上就缺这一味药。每回白家老东家都是自己锁着门配着最后一味，没第二个人知道。那宫里点名要这个怎么办？请宫里下道令，叫白家把秘方交出来嘛。你瞎掰什么呀你？啊，人家说扔了、丢了、烧了，只要人家不想给你，你就干没辙。董掌柜，那位二奶奶又来了，摘扁呢，您快瞧瞧去吧。二奶奶，今儿这兴师动众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摘扁呢。这老号可是让我们盘下来了。这匾可是我们祖宗的私产。摘。哎，摘。哎，等等，三爷是你们白家的人吧？是啊。他姓白，这铺子有他的骨，这匾也有他的份儿，你就不能摘？叶头，请三爷来。你说有他的骨，拿出证据来。二奶奶，那天我可给你看过这红头账本啊。没看清楚。哟，三爷。三爷。哎，二嫂。嗯，怎么着？老三。哎，那董大兴说啊，有你的骨在百草厅。我想你不会是这样吃里扒外的。他这是满嘴胡沁呢，您听他的。既是胡沁，那我就要摘这匾了。你说咱家也没把这匾呢盘给他们呀。嗯，那当然了。那你说该怎么办吧？摘。对呀，摘。好嘞，摘饼。等等，怎么着？哎，三爷，这白纸黑字儿您赖得了吗？啊，什么呀？哎，这废名举，这不是你吗？嘿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我叫白英宇，什么时候变成废名举了？废物点心呢？行了，哎呦，我早都看清楚了，别往我们老三脸上抹黑了。就是，站，等等，你今天是来砸明火来了啊？怎么着？你动一动这老扁试试。来，好，那跟我上。别慌，想碰的，怎么着？上来，上来碰的，大架上点啊！干什么？街坊邻居们，父老乡亲们，我们白家老号被封了，盘给了他们。可是这块牌子是我们祖宗的名号，难道我们连祖宗都送给他们了？笑话儿！你们都瞧见了吧？他们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仗着人多还想打人！求求大伙主持个公道吧！快点！
的。这匾我今儿是摘定了。二奶奶自己摘，看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。不，二奶奶，咱这有话好说，咱屋里说的。不，就这儿说，有这么多人的见证，啊！大伙儿看清楚了啊，到底是谁欺负谁？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银子？我不要银子，我要匾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也行，我用这个匾入股，年年要分红。三爷，嗯，这合乎规矩吧？合规矩啊！哎，我说你算哪一头的你？你说我算哪头的？二奶奶，您这得容我们商量商量吧。要不您先回去，明儿一早我给您信儿。你们去商量去，我就在这儿等你们。这我们这是买卖，您往这一坐，我这白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人呢？我这你刚知道啊？你得有辙，他这是分明就是要诈钱，他想入股，就是要大钱你给呀，让他摘，不给你就得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少了鸡蛋还做得成曹子糕了。我看呐，再找人跟他们说说。叫他们别摘，你去说，我可不丢那人。哎，老娘们都不怕丢人，你怕什么呀？哎，你去说呀。我见了老娘们说不出话来。哎，我说啊，就给他一股得了。好了，没那么便宜。哎，这不是便宜不便宜啊？这什么？关键要保住这回匾，拿什么？别瞎插嘴，这不行。吵什么吵？这像商量事儿吗？啊？我到底是听你们谁的？听你的，董掌柜。我叫他摘。啊！哎，慢点啊！好嘞，先说嘞。大兴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不许你用白家的名，你要让我逮着了，咱们就公堂上见。走，打道回府。东大兴，你他妈是人吗？你他妈是人吗？说好了暗供，你怎么把我卖了？这么要紧的时候，你还不该挑明了？不就一块破匾吗？破匾？这匾里有100多年的信誉，你白长这么大个子了你啊？那匾明明是人家的嘛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你怎么往外拐了？那是我们家的，你是吧？我这胳膊肘，这他妈是往哪拐了？这个，哎呀，行，你坐着。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又是秘方，秘方。说什么来着？他就让摘了，可下一步咱怎么办呢？没成想，他真的让摘了。咱们呢，看来得找那位常公公，把他抬出来。哎，常公公，常老爷他一准能回来吗？准来。他这些日子没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吧？没有，他总是提起您呢，还问为什么您老是不来。最近没什么外人来吧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常老爷他不喜欢别人到他这儿来。啊，这样的。哎，他来了。是。
二奶奶来了吧？是啊。哎，你可真行，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。常老爷，我给您请安。别这么叫，我哪儿得罪您了？不露面了。认罚，你想吃哪儿吧，我请客。怎么，你哭了？刚公公，谁欺负你了？啊？谁哭了？谁敢欺负我呀？坐坐下，坐下说。为什么老没来？这不来了吗？这不来了吗？您呢？看这俩丫头成不成啊？不成，我给您换换吧。好的，可知道疼人了啊！你甭折悠的，你有事瞒着我。我有什么能瞒着您的呢？不对，你哭过，这还瞒得了我？唐玉，怎么回事？刚才二奶奶，别说别说，说，不说我打你。二奶奶她被人欺负了。长几个脑袋敢欺负二奶奶？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百草厅有块老匾，是我们祖上的名号，您说我应该摘回来吧？那是那是是啊。前儿个我就去摘了。行了，我不说了，没意思。二奶奶她被人给打了，简直无法无天了，是不是董大兴那猴崽子？哎呦，您就甭问了，已经没事了。哎，小子成天鼓捣假药糊弄我，我正要想法治治他，他倒找上门来了。算了，忍了吧，我们孤儿寡母的惹不起他们。我惹得起。人家是宫廷供奉，有宫里做主，您呐趁早别惹他。什么宫廷供奉啊，我一句话就把他们给免了，还叫你们白家接手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这可使不得，老佛爷已经把白家查封了，您可别惹这个祸呀。你太小瞧我了，二奶奶，你这个人呢就心忒软，人忒好，老佛爷那儿有我呢。董大兴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不说了不说了，别把您气着了。常环呢，赶紧伺候常老爷，给他烧个泡吧。啊，得嘞，您瞧瞧，您瞧瞧，我给您呢带来一包啊上等的好烟膏，您尝尝。你看啊，又让你花钱是不是？这怎么话说的呀？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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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尝尝吧。尝尝尝来。哎，妈，找什么呢？这两天有点上火，想找两丸清心。别瞎找，我这儿有。妈。六味地黄丸的方子，有一味药是什么来着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您放哪儿了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以往啊都是你爸爸收着，谁知道他收哪儿去了？哎呦喂，我爸放哪儿去了呢？我压根儿啊就不管这些事儿。哎，这药你拿着。
二嫂。二嫂。二嫂。叔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找点东西。都分了家了，你上我们家找什么东西？嘿，小兔崽子，还轮上你问我了？你是贼！嘿，他妈小兔崽子，你敢骂三叔，我抽不烂你！我，哎，你敢上我们家偷东西？嘿，他妈的，你过来吧你！你他妈小兔崽子你！我他妈抽我！我捅死你！小兔崽子，你还敢跟我刀子你他妈刀死我吧你啊，揍死你揍死你问他，你这是干什么呢你？嗨，他要拿刀捅我干嘛呀？啊，小兔崽子，以后再犯我手上，我他妈都劈了你！您呢得好好管教管教。没事没事。怎么没事呢？别捂着，我看伤是没有，被你给我胳膊了，疼吗？哎呦，没事走，找你三叔。哎呦，这你干什么去了？你衣裳弄得这么脏。嗨，别提了，他妈倒霉的。怎么你？哎，别叫他进来啊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二嫂来了呀！她正洗澡呢，让她穿上衣服给我出来。什么事儿啊？怎么给我出来？二嫂，你出来！快进去了！别叫他进来！我进来了，我。你想躲着我没门你？我进来了。你当嫂子的往小叔子屋里闯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当小叔子的先往嫂子屋里头闯。嫂子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谁不像话？你问问他，他上我们家偷什么去了？偷？谁偷了？我这两天不舒服，想找点药。出去出去出去，成何体统啊这？你找药？你新开的药铺，你什么药没有啊？你是找药方？什么药方？秘方。老三，我今儿啊，明打明的告诉你。170张秘方全都在我手里头藏着呢，你休想拿走。这是白姓全家的，不是你的私产，交出来。是，我知道是全家的，可是你也别忘了，老爷子临终前把你们全都支出去，只留我一个人，为什么？秘方？对，秘方。妈，这肉真香，多新鲜呢！天府号的酱肘子，你说说这孩子，他顶用了吧？敢跟老三动手？你还夸他呢？这么小的孩子就动刀动枪了？坐下，坐没有个坐下，长大了还了得？他怎么不跟别人动手动刀子？妈，你肚子大了，给我生个小弟弟吧。你还什么都知道。
我给你生个小妹妹吧。哎，你怎么跟孩子说这个呀？你把那个酱肉啊全都吃了。告诉你，胡总管又给你请了一位交管的先生。这回你得好好的念书啊，别像你爸爸似的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辈子窝窝囊囊的。我爸怎么了？他是一生金包未曾开。呵，哎呦，听说你背了不少唐诗，可是正经的课你就不好好的学。交管的先生就好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似的，瞧着别扭。嘿，怎么说话呢？胡说了吧，你要是再把这先生气跑了，我就把你轰出大门，你上大街上讨饭去吧。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都把木盆拿过来了。走，出门去。雪，又一季苍。
三爷，您看看吧，整个一个活祖宗。可怜可怜吧，常来大嘴吧。哎，景琦啊，可怜可怜，景琦，可怜可怜，你这干什么呢？拉倒吧，今天吃完饭，可怜可怜吧。这事儿你倒真听话，你啊！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。嘿，你敢打我？把百草厅分成16股，您占一半。对，合着我是找上门挨坑来了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哪儿去？走。